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星卫视大型公益圆梦栏目《幸福来敲门》，我是涂磊，感谢您在电视机前的守候。本栏目由绵绵保湿实时水嫩伊贝诗海绵霜冠名播出，要保湿伊贝诗。本栏目由梦泉小粉瓶补水更锁水法国梦泉特别赞助播出。大家可以登录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和 PPTV 巨力来观看本节目的完整视频。当然，我们还要感谢新浪娱乐、腾讯娱乐、搜狐娱乐和网易娱乐的大力支持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天津卫视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，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者是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观看本期节目。当屏幕下方出现摇一摇角标的时候，打开手机微信摇一摇进行互动，即可赢取精美的礼品和现金红包。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四位幸福观察团成员，他们分别是六人游的合伙人潮汐，梅尔牧眼科医院的创始人叶子龙，法国梦泉创始人贺东东，中式环硕公益慈善俱乐部创始人李刚。让我们掌声有请幸福心愿持有人。来给大家打个招呼，自我介绍一下好吗？好，朋友们大家好，我叫宁卫，我来自北京，我是一名动物的训练师。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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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介绍一下你的两位朋友吧。对，这只非常可爱的应景的哈，今年我们是鸡年嘛，所以我带来了一只我们训练的很可爱的一只鸡，它叫 Lucky。那这边的这只非常漂亮的、有些拘谨的这只白色的小羊驼呢，叫 Leo 哈，它今年只有不到一岁，现在。在刚刚到这个环境以后，可能这里的灯光啊，让他有些紧张，所以现在表现呢有些敏感哈，看看待会儿是不是能表现更好一些。他脖子是不是做了造型啊？对，是的，这是我们的专业宠物美容师给他做了一个螺旋的这样一个造型。哦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头扭了几圈像围脖一样。对对对对对，看样子今天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幸福秀。幸福秀给我们带来什么？做一些我们在行为训练方面的一些小的技巧表演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幸福秀。来，好，Leo，六亲亲，好孩子六，你真棒。六，六给大家转个圈吧，转。哎，好的六，好的六，对的。好，我们来做这个鸡的演示哈。第一件事情就是，我们这里有四个颜色的这个小片哈，有这个蓝色、红色、黄色和绿色。我们这个 Lucky 应该着的是红色，所以无论我们怎么动，它都只会去着红色片。我们来看一看哈。而且我们这个训练是从菜市场拿回这个鸡到训到当天晚上，就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做到这样的水平哈。来看一看，好吧，来放吧。他做对了，我会摁响片哈。然后我们同样可以训练这个鸡，让它绕这个瓶子。握手。